片。好啊。刚刚有点停掉吧。通通老师支持陈将，我们不带你去避旅，说得过去吗？不过去吗？那我们就决定在那个行李箱那个地方安排一个位置，把它装进去。告白气球，告白。啊，这一首就交给你们来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休息一下。我也很困难。然后我不要调太高。你凑在一起，声音给它出来。我要去录影。我知啊，我录影。对，我说做什么？坐着。大家好。那个，天气真的很不错哈。好，我们来现场点唱。我们以前点唱是点歌唱嘛，现在是点人唱。那哪人说的？来，站在这边。你要在我的那个，要不然这样声音听不到你声音啊。对，快坐。啊，你在这边。快坐，快坐。好啊，王者，在这边。对。对。对。来了。亲爱的，想你从那天
香水的回忆，一生平的梦境，却又在一起。记录啊，怎样？好，我们来唱一首《天黑请闭眼》，好吧？降 key 一个啊。太近太高。你往这看，往这可以跟我。没关系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，不想你却藏人的面，该怎么去对对要再发言。可以好，可以可以，这个 PD 是交给我。好，不要伤痕，这是我家的快乐，天黑请闭眼。
是谁给女巫的惩戒，我怎么进退，故事的结尾，一场爆裂埋葬我的爱恋，我不能轮回。那个滚最后我来听开心闭眼，我的你却测不出你雪藏的那是谁给女巫的惩戒，我怎么进退，故事的结尾，一场爆裂埋葬我的爱恋，我不断轮回。谢谢冷冷，好棒啊。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。
牵我爱上你的怀，你敢不敢说和我像爱我一样，发自内心的坚决，你敢不敢爱一个人如此卑微，你的电话我还是接了，你约见面我还是去真流水。
简单。谢谢水。治愈女生版，我今天是男生版哈。来一首男生版的《隐形的翅膀》，第二首。Thank you.
谁将你呵护，可什么我都留不住，我们还没人结束，我毫不服输，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那个相爱的人，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的如此折磨，我是深深的爱过，在我的心中就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，有过雨之后心还是痛，想到我想的温度，我怀念我们的相处，还没把裂缝都弥补，为你辛苦我怎么付出，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，究竟犯什么错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。
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，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，叫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啊，在你的心里啊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这唱最后一首，这哎那个陈琳的啊，谢谢你来啊，这首叫这首是什么 ？The Last One， 这首应该用什么来告别呢？啊？飞鸟何惨啊！就看到飞鸟何惨，突然停下来，就突然停下来，我哪里？下第十一页。高上去啊，夹音也可以啊，来呗。夹音，夹音可以哦，我夹音都可以，夹音，咬脚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《飞鸟和蝉》，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这个圆月旅行的梦想的一个活动。最大初恋，多少时候像海岸线，第五个季节某一天相恋，我们有相遇的时间，你说空瓶是何许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，从不够
身边，你灿烂的飞远，我栖息的夜片，却不同的世界，却从不曾告别。长寒夜的想念，羽化我昨天，在我成熟的笑脸。更多9013、9101、9107啊，还有所有附近的学生，那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爱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学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毕业旅行。谢谢你，那也希望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可以传递一个爱的力量给大家。谢谢，谢谢陈琳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拍个照吧。掉一张。好，我们的第三站在宜兰丢丢岛森林公园已经顺利结束。那感谢今天所有到场支持，还有谢谢线上支持我们的人。那希望你可以留言给我们，然后给我们更多的鼓励与建议。那最后一站我们会在2月18在东山火车站，那希望这所有活动都可以顺利完成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记得按赞订阅分享。好，按赞订阅分享。好，托你下一个就转战 YouTuber。 OK 东东，哦，啊，谢谢东汉老师，东汉老师这边，哦，对，好。